大家好，我是 Lolo 啊。今天会介绍一把非常有趣的武器，是一把可以令人睡觉催眠的武器。这把武器的名字叫做托尼娜剑。先来看看效果先。攻击是会累积这个催眠效果的。而战技也是有这个催眠效果。我们即刻来测试一下先。用战技的话可以即刻催眠这一只巨人。普通攻击的话咧，四下咧都已经可以将巨人催眠啦。但好似咧就唔系所有怪物咧都可以被催眠嘅。呢边咧就留俾大家自己测试啦。呢把武器嘅获得方法咧非常之简单啊！我即刻同大家去一次先。首先啦，你要准备一条石剑钥匙嘅，嚟到红区呢一个嘅腐败旁露台。下面的这个荒废废墟，在这里我带大家跑一次啊。平日呢我都会直播这个游戏的，大家得闲的话都可以一起来讨论研究交流这个游戏啊。影片如果有帮助到你的，帮忙按个订阅分享赞，有你的支持才是我继续做影片的动力。多谢你的收看，拜拜。